将军的红彩头节，在昆新国小古赛场的精彩表演之下，为活动来解开序幕。市长吴特出席着开幕仪式，除了关心生肖的状况之外，并有真侪等手到位来试吃。你老想要烤红彩头啊？老想要这个做朋友，啊，这个咱带来一块好物。将军农会总干事郭冰晴表示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大量的蔬菜无法度供应到香港，致使香港转向将军区来订买红菜头，数量有2400多公吨。最近这几天，大盘商嘛无盈利采收，增收来出货。因进入香港，因大量的菜拢未当过香港，所以伊一定来跟台湾买，啊，伊跟台湾买真多，拢甲咱买菜头啊。所以咱进收的菜头啊，大条的，全部拢进拢外销香港，要搁你送回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本来咱就是伫将军这所在，一单咱就差不多100货柜哩外销啊，吼、哦，100到2400栋左右。但是今年会搁较济，因为进来已经咧抢货啊，你抢货之下就是讲，咱我感觉咱今年的红菜头的绩效会搁较好，啊嘛搁再次。感谢咱迄个市长甲咱斗相共，啊，佮各位报告，你嘉义分林种的菜头啊，毋是因遐种的，嘛是咱将军人去种的。因为台市长表示，将军区的红菜头占全国的一半，因为品质好，食了之后头好壮壮，同时会当增加着免疫力。现在就连外国的厂商拢伫咧抢买。你吃到的胡萝卜1/2都来自将军，所以说它产量。为什么可以种了这么多啊、产了这么多，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好。那现在我们办这种产业文化活动，不是每年都是要靠政府补助，它的产量真的，它的品质提升，订单接不完的话，未来它就可以自己这个越做越好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产业文化季基本上是一个抛砖引玉的活动，那希望越办越好，越办越畅旺，越办越销售，销路越来越长红。为着要让民众体验食农教育的价值，除了16号这场红菜头餐体验慢菜头之外，22号上午9:30阁有一场，让消费者体验采收红菜头的趣味，同时品尝红菜头的料理。更加侪活动的资讯，会当就将军区农会的网站来查询。台中新闻关心副将军参报道。